剪刀要磨的话，要在外围，不能磨，不能磨它的内围，就是这样子磨。违反常识，危言耸听，还是真的已经大祸临头？像我，那这边也是不能磨这边，要磨它的外侧。那是要经过相当慎密的一个讨论与研究，你的研究报告要足够。这样子。